大家好，宁子又来聊这一周的技术三分钟了。那么这一周咱们聊什么话题呢？这一周咱聊自动驾驶。好玩，自动驾驶。那这个自动驾驶呢，首先先从大方向来讲啊，100%这个未来肯定是个大趋势，谁都知道。只不过呢，这个东西会存在一些争议。那好多朋友就说，你看就咱们现在这个道路环境啊，这么复杂什么，搞这个自动驾驶太危险了。这我先说我的观点和结论啊，就是您说的没错啊，我也这么认为。就是自动驾驶的场景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它得需要这个 V2X 技术，就是车与车啊，车与外界，车与人啊，乱七八糟这种配合。以及就是本身的算法和传感器这些能力都需要非常足够强大，你说实现个自动驾驶那还算靠谱，但是问题就以咱们现在这个道路环境，只能说是试验性的做一做，做一个技术储备，完全开放短期内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啊，你看这要转折了，但是虽然说这个实现起来有难度，但是最近我就看这个威某啊，美国那很著名的做这种自动驾驶开发的，对吧，这个应该是谷歌投资的那家，他们发了个报告，就是报告称呢，其实真正在运用自动驾驶的时候，它的事故率反而是要比人开的话要低很多很多的。当然这个不难理解，为什么呢？这个就可能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如同这种空难，对吧，飞机。飞机基本上要有个空难什么的，这个肯定是新闻头条了。那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飞机是目前来讲这个星球上最安全的长途交通工具啊。那么它能成为头条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就是偶然性太高，对吧，因为它这个出事故率特别低，第二点就是它死亡率也特别高。那这一点其实就也是如同这种自动驾驶，你想想自动驾驶是靠电脑，它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完备的这种道路的这些乱七八糟场景的采集，以及结合什么 AI 技术啊、大数据什么如此各种各种的话，理论上来讲，它的能力应该是不亚于人的啊。从判断的反应能力啊、处理速度什么，应该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亚于人的啊。只不过现在咱们场景太复杂，再加上这个自动驾驶车一般。要出事儿的话，就是可能驾驶员对这套系统太放心了，我啥也不管了，然后人为没介入，那就是生撞了，咣叽，对吧，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本身这项技术呢是个好技术，当然在此呢也倡导大家，就目前所有量产车上的这些跟自动驾驶相关的东西都应该叫做辅助驾驶系统啊，人不要离开它啊，要把好你的方向盘，命在自己手里。真正的自动驾驶想落地还有一段时间。行，这就是以上我的观点。那么大家对于自动驾驶这项技术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这个评论区与我们讨论，包括我的新浪微博啊、编辑博客啊，咱们一同探讨探讨啊，我等着大家哦。所以咱们这一期就聊这么多，下期再见，下期再见。